嗨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棵敦化蝴蝶兰 Tetraspis， 其中的三棵正在开花，还有两棵在下方没有开花的，五棵都是敦化蝴蝶兰。先来看看有花开的这棵是 C2，它花打开已经有几天了。这颗是 purple， 敦化 purple。这颗是 coffee， 敦化 coffee。下方这一颗是 C1， 比较小的这一颗是C1 的杂交， C1 跟敦化的杂交都属于是敦化吧。这棵 C2 打开有几天了，它现在开了有三朵，其中的两朵呢有一片花瓣呢是红色的，其他的都是白色的花瓣，非常的美，只有两朵呢是有颜色的。我现在看见的其他的花苞呢都应该是白色的，现在还有三个花苞没有打开，白色的哪一朵了要拿下来才看得清楚。我现在把它拿下来，这样看呢就看得更加的清楚。虽然它是纯白色的，在它的唇里面呢就有小小的紫蓝色，非常的美，真的好像一个小仙女，非常的优雅，还有淡淡的幽香。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形容词来去形容它，真的非常的美，就是美。那这两朵就有一片的花瓣是红色的，又有另外的一种美，跟刚才的那一朵纯白色的有小小的区别。我感觉它的唇真的非常非常的美，有三分一，好像毛茸茸的，非常的可爱，有一片花瓣是全红色，有这样颜色的配搭，我真的相当的满意。这棵 C2 我买来的时候它就有两个花梗，不过两个花梗都被我不小心把它尾端呢是弄断的，弄断以后呢它就打了好多七花梗出来，现在七花梗只有一个花苞。那现在开花的这个花梗是在我家才长出来的，现在有四个花苞，另外这一个花梗都是在我家才长出来的，所以它现在有四个花梗。它在我家不是很久，大概只有七八个月，现在看到的这三片叶片都是被我不小心晒伤的。我现在用的是三分一陶粒三分二水胎来栽种的，根都长得不错，我在二月份呢才跟他问过资料的。好，现在来看这一棵，这一棵我买来的时候它已经有花苞有花梗，所以它开花我没有什么功劳的。买来的时候这个花梗花已经打开的，我就一直在等，等 C2 有花开的时候了才一同做视频，所以就等啊等啊，所以呢有一个花梗花差不多已经凋谢了。那面前看见这个花梗它花是刚刚打开几天，所以非常的美。C2 开就有
两个花瓣是红色的，那这一颗呢就有两朵，有一个花瓣是白色的，它们两颗好像说过话一样，非常的有趣。这一颗开的花呢就比较小，在我家出发梗开花的稀土花就比较大。好的时候如果在肥料方面呢，如果用得好，它开花可以开比较大的，我之前就有几颗是这样。买回来的花梗呢开的花呢是比较小，在我家长的花梗呢开出来的花呢大了有三分一。好，现在来看看敦花 coffee。 这颗 coffee 呢它的花呢真的很小，非常的小，我没有想过它花是这么小的。这颗 coffee 我买来的时候它已经有花梗有花苞，所以它开花我没有什么功劳的。它是跟旁边那颗 purple 同一个时间买的，不过花苞呢就在我家才打开，第一朵打开到现在大概都有两个星期。刚刚打开的时候呢是金黄色的，时间久了它就好像比较 coffee 的颜色，它是跟这一颗同一个时间买的。三颗的颜色呢我自己就比较喜欢 C2 这个颜色，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颗，不过我最喜欢的不是这一颗，是下方有一颗是 C1 跟敦花杂交的，它在去年开过花。好，现在来看看下方这两颗是没有花的，这颗 C1 我是在去年买的，它叶片呢就长得非常的好，不过花梗呢就长得好像很慢。这个花梗我买来已经有了，后边的一朵呢是在我家才长的，这个花梗呢比较小的就在我家才长出来，到我家以后就长了两片新的叶片。这片呢我买来的时候只有小小的，它长根长叶片都长得非常的好，可是它的花梗呢不知道为什么花苞现在还没有看见，小小的。现在来看这一颗，这一颗在我家它虽然是小小，不过它在我家呢是最久的一颗，在我家已经有两年了，它下方还有一颗小小的，买来的时候呢它是有两颗的，它在去年呢就已经开过两期花。这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颗，在五颗里面呢现在只有 C1 还没有开过花，这颗在去年开花的时候呢开得非常的美，非常的香。它现在因为它在我家已经有两年了，现在的根呢都长得非常的好，我都是用陶粒跟水苔来栽种的。这颗我用的是一般陶粒一般水苔吧，我现在最近用的都是三分一陶粒三分二水苔。我基本上这一类的兰花呢都用这样的栽种，应该有三颗吧是用陶粒拌水培的，都长得不错，迟一些呢才拿出来给你们看看。敦花不喜欢太强的光照，这一颗我在第一年栽种的时候呢就是怕它不够光照，就把它摆在非常明亮的地方，早上呢好多时候都有太阳晒晒的，它反而呢一直都长得不好。我就感觉它的叶片呢为什么会发黄的，根都长得这么好，
那后来呢，我就把它摆在光照没有那么好的地方，它今年呢就长得非常的好。这片叶片在去年呢是黄黄的，非常的不健康，后来把它摆在没有光照没有那么好的地方呢，它今年呢颜色呢就好看很多了。最新长出来的一片呢都长得不错，非常的健康。所以我感觉敦花不喜欢太强的光照，有中光就已经很足够了。那最后再来看看开得这么美的敦花，这类的兰花呢要挂起来养呢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它的叶片呢占用的空间呢很多，所以挂起来养呢就比较好看。每一颗都开得非常的美。这一类的兰花如果可以把它栽种有四五个花梗，它会开得很好看的。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这一类原生跟半原生的品种，不需要用什么固定它的花梗，就让它随便的长，挂起来让它的花梗呢随便的长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好看。这颗我在上几个视频有介绍过的，它现在有一个花苞，很快就会打开了。那好了，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